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废人，想反抗也反抗不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们打我吧。少君，我来解决。他们就算把月离府搬空了，我养你。哎，真是情比金坚呀。有我在，谁敢？往日仗着你的身份，我让你三分，如今你不过就是一介平民，我倒是要看看，就凭着一个玄虎城的少君，你还能怎么狂？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裴恒，这不是已故裴思君的府兵吗？是啊，还有裴思璇呢。对呀、啊，他怎么带着人来了呀？不管芊芊是否还是三公主，她都是我裴恒定亲十几年的未婚妻。他欠你们的东西，我来归还。钱财、人丁，都可以到裴府去凭账。至于腿，不如从我身上取。他已经被废为庶人了，他配不上你了。再说了，韩硕喝了龙骨汤，身强体健，你就算再等个20年，你都等不到。韩少君是否喝了龙骨，都不会影响我对芊芊的师生情谊。裴思璇，芊芊的生母是当今城主，芊芊的姐妹乃下一任城主。芊芊即便是一介废人，也有玄虎城少君相伴在侧，也还与我有婚约在身。芊芊仍然是花园城最尊贵的女人。我就知道你总是护着她。啊！哦，芊芊，芊芊，我没使劲儿啊，你讹我啊！谢谢。我陪着你，早点休息吧。原来生病有人照顾，是这个感觉啊。